喂，在哪儿？公司呢？嗯，有事吗？没事儿，挂了。哦。喂。哦，没事儿。九楼。喂，喂，在哪儿？公司呢？嗯，有事吗？没事儿，挂了。哦。太险了！我跟你说啊，刚才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就被发现了。不过放心，干嘛这么看着我啊？不是你让我穿成这样的吗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让我乔装成这个样子，就是为了瞒着盛哲宁？其实这件事儿是我偷偷找你的，盛总并不知道。这个是昌盛以往的平行资料，你看一下。这个是您的房卡，就辛苦一下夏小姐，在找到新兵员之前，这段时间就先住在这儿。我会尽力，但是你们要找人，为什么会找我呢？我又不是私家侦探。这就不对了，那是因为通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，我发现夏小姐聪明、伶俐，分析能力强，办事能力强。主要是我请不起私家侦探。